我喝茶，哎，你站住！干嘛呀，瑶瑶？能不能别闹了？我闹？你知不知道他一个女孩现在在外面，她很危险，她喝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喝多了，能背吗？背得去要你拒绝朋友那么多。我在这个城镇，他哪有朋友？他就是因为我，他来的这个地方。不久你了，你别去，行吗？瑶瑶，我求求你了，我马上就回来，行吗？我马上就回来，咱们对前任保持适当的距离，说对现任最起码的一个尊重。你可以照顾他一次，可以照顾他十次，但是我考虑过你女朋友的感受吗？而且你觉得你那个前任真的需要被你照顾吗？除非你知道他一个女孩的喝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不是成年了？他自己判断不了危险与不危险，而且你觉得他只是单纯需要你照顾吗？这样，兄
照顾她，我帮你劝女朋友怎么样？这样，你把位置给我，我去替你接她。好，好吧。别闹了，你知不知道她一个女孩现在在外面很危险，她喝多了你知道吗？我求你了，你别去行吗？瑶瑶，我求咱们对前任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是不是对现任最起码的一个尊重？你可以照顾她一次，可以照顾她十次，但是有考虑过你女朋友的感受吗？兄弟，你知道她一个女孩她喝多了你知道吗？她是不是成年了？这样兄弟，咱俩打个赌，如果我赌赢了她不需要你照顾的话，你好好给女朋友道个歉。哈喽美女，是这样的，我可以给你打听一条路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一直在想，我用什么样的套路才能找到睡女王你心里那条路。哥，你这套路也太老套了。也许吧。这是你的车吗？那当然了，而且马上下雨了，不介意去车里坐一坐。行吧，来。哎，妹妹，刚刚你说去逛街跟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啊，你问这干什么？是这样，妹妹，我想请教你个问题，最近女朋友总找我复合，说我该同意还不该同意？嗯，这我怎么说呢？或者说你男朋友找你复合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哥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两个人分手也是当初因为不合适才分手的。那对，没有毛病。两个人都没有变好的那种进展，怎么可能说和好呢？那你们现在有考虑过复合吗？他有女朋友了。那就祝福他呗。别怪我说话难听，我现在看他天天在朋友圈上秀恩爱，我就觉得恶心。但是妹妹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，咱既然都选择不爱了，那咱们也别互相伤害，咱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完了呗。说实话，我都想把他俩整分。妹妹，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！如果你真有那时间，你点开评论区链接玩一玩我的游戏。说啥？而只要升级就能领2000元现金，福利跟活动都老多了。说啥？你自己买点礼物啥的，你该忙忙忙你的是吧？你有病吧？下雨打点雨伞啊！再见。陪你一笑而过。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吧？我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以后如果再跟他联系，我就去死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求你以后把对他好的一半分给我就可以了。全世界都被你占据了。